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嚟开箱试玩新嘅三文治机同埋迷你松饼机。今次 Ricotti Crossover Minion 推出三文治机，机内烤盘上下都有唔同嘅 Minions 卡通图案。机身后设计可以方便收纳电线，设计细心可以直立收藏。一齐嚟夹翻块三文治先。首先预热主机。当机面灯熄灭后，放上方包和配料。用胶刮刀按住方包，夹上三文治机。烘烤三分钟至金黄色。朱古力香蕉三文治就完成。跟住嚟试下迷你松饼机。呢部迷你松饼机比旧版 Smile Baker 细小，的色细部，打开上下烤盘都有 Minions 卡通。接上电源预热主机，当机面嘅灯熄灭之后，倒入松饼糊，盖上烘烤三至四分钟至金黄色，打开就完成噶啦。两边松饼都有可爱嘅 Minion 图案。淋上蜜糖和水果一起享用，有 Minions 陪住吃早餐就更加愉快轻松。每部机都会附送食谱一本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。多谢各位收看，下次见。